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机智传说。OK，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重新录制这个系列第一集，因为上一集是录到没有介绍一开始。其实这个是 FTB Invention 啦，就是所谓的工业模组包啦。这样在这边已经做了一些东西了，我们已经花了多久时间？超过6个小时了，不止了应该。你们那时不是玩很久吗？很久了，但是保守来说就是超过6个小时了。嗯，这样首先一开始我们做的，他们做的东西是这个咯，就是等价交换113咯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是什么了。这样做了这个之后，其实就是有到另外一个世界，这个挖矿的世界。对了，要按挖矿的世界。这样在这边也是开始研究一些，就是关于这个模组包那些机器的东西，然后也有很多动物聊。其实问题是，之前那一集我们录的时候，就是在想要不要在这里继续种东西，然后因为这边是很空啊，完全没有水那些，所以就是一个问题。然后再看，我们在看别人玩，通常都是在原本的世界了。所以还是决定回去那边做东西。OK， 那现在我们之前已经做了那个水力的发电了，接下来是想做那个自动收割、自动种东西这样的。OK， 可以开始了。那现在我们要怎样？你要先上去上面那边。啊！你们给他看了我们的水动发电器吗？上一集那时是做到这样了，不过我们都没有。你要放过去啊？对，放一放，看一看啊。放啊！放到太低了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风车它有多高，所以是做到这样，可能有点奇怪，应该要再上一点的。不过先这样了，之后再看。现在是要那个拉那个电线吧？拉电线，对。然后这个电线就比较粗啊，不应该用这个，不好用。就是之前那个啦，橙色那个啊，不好用。现在让我研究的那个比较幼一点的。嗯，现在是看幼的能不能做，然后我们种东西，应该是这一边要弄平先了。这里哦，那里，这里哦，就我这里有四四方方的，你们做了。我们之前没有本钱去做那个围栏。哦。就是有那动物哦。对呀、啊，在这边了。现在这样弄多平哦。对啊。跟那个一同一个什么咯，同高度咯，跟到同高度我就开工了。嗯、哦，跟对面那边，这些我可以做一做。对面啊，哎，这里这样就好像那边可以连接过来这样，就是我们现在站着这个地方。啊，就叫我们要补泥啊这里。嗯，觉得要补你多大的那个？很大的。11×11啊。可以刮，如果我一直弄的话，要盖到玻璃那边不用了。玻璃的最尽头是这边了，还是你要中间一点？嗯，还是要从这里吧。做一个中心，找一个中心。啊、这里比较中间啊。哦。嗯，这边那就。哇。是这边，如果你要两层，就要多一点了。我想偷工减料。你补完了。还有。我这里还有。
我这够不够？完全不够。泥土可以交换的吗？不知道，我没有试。泥土的话，你要怎么换？可以换一堆的吗？可以啊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换，好像不能换的。block 是不能换的。啊，方块，方块，方块不能换的。OK， 好了了，好了。然后你现在那家鸡要放下一层吗？还是怎么？放啊！不是，再一下。对了。OK。但是没有电。现在电线，你要拉电线。从那边，要怎样拉呢？哼，我想不到要怎样。这边呢？这一条这样上来，你有看到吗？找不到你。哎，我站在那个水利那边。哦。这样上去。Okay.它可以斜斜的吗？还是这里要做楼梯这样？做一个楼梯上。做成楼梯。我感觉它是自动连接的是吗？应该会了。我没有试过，不知道连接会多远啊。应该都有四五格这样的距离。Connector、欸。但是那只东西叫什么？哪一个？那只棍啊？那棍啊？那个那种，它那个叫什么？电线？电线杆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养里面，救不到哎，太多了。你不是砍牛肉吗？不是养，羊肉不是苦命了，对不对？一样的。那门在哪里？门啊！我劝你还是不要开门了。见不到吗？躲到里啊，就不在。没有放不到东西。门在这里，门在这里，你出来，我开门给你。你开了先。管不到。杀死他这个。弄到一样东西啊，开心哦，新的东西。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物交换，不可以啊。来，什么东西？那机器的东西啊。机器的东西。其实你按 Shift 好像可以看的，那个东西能不能换？哦。是不是？你按着 Shift 它写 Exchange， 不能 Exchange。原来那个就是这个意思。直接就可以知道能不能换了。不是每次好像真的是好像去问神一样。真的啦，走到那边问，我就是走过去然后问能不能换，问了又不给瓦吉灰心啊。怎样弄哦这个？什么意思？一个 cock oven wall bug 啊。你要做 bug？是这样的意思，他给我八个，好像这个这样子的。你在哪里？他，你在里面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在哪里做好。他给我八个的，一周做八个。他做
还要做 bug 的，你进来一下。是啊。哎，他好像这样子的。但是我不知道他的讲啊，他要怎样去拼起来。这个不知道，要看。因为它里面是有空的。我要去问神一下。问神。Code break。另外一种好像 code break 啊。Code break 啊。你把它排成那个形状，可能就可以做出我们要的那个炉子。那个炉怎样做？就是你要做这个砖出来先啊，应该。Cook brick， 怎样斗？三乘三这样做出来，应该是三乘三，它就变成中间有一个，好像那个叫什么碳叫火样子。哦，我觉得是可以啊，它自动会变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对吗？我要这个。我要这个。对了。三乘三啊 ，OK 了，这样应该。只是它有多少面？六面啊。一二三。就是讲要多少个啊？九三二十七个，我先做一个锤头。你这应该是有用到的这个，因为他做了那个东西要用这锤头打一打这样的，打扁他，打的话他才会变。就你自己建一个屋子了，里面之后啊，就你的江口，这边呢？我不是很会放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有的物交换，我不担心。这样，哦，来吧，这么做很奇怪，这样的。就建好了，它就会变样了。好像四格了你。哪里四格了？你四格了。这边应该到这里罢了。这个应该错了，这边。啊，多了。你直接盖掉完它就可以了，它就会变样了。是。这样，全部铺到完就可以了。里面也要哎。里面在哪里？切，在洞。下面那边。啊。这样。那我觉得这里是要用那个锤头，刚才他我试试看，像这边还是那边？这是你？你要向哪里？这里好一点吧。这里啊。我觉得门口向这里，以后我们这样子出来。门家里这里煮东西，这里了，这边了，展开会这样快啊？一按就这样吧？你要讲？你要讲？讲个新生物的来临吧？还没讲就放了，它都没有什么延迟的。但是也可以啊，前后也是可以的。是啊，哪里都可以按。OK 了。然后讲少这样子。现在就是，烧这，它的火代表什么？家鬼是慢的，
它是慢慢降啊，慢慢降，然后就有油了，不知道是不是湿了。我等着，我期待着。等，等了没有办法，都不知道是这样。啊，哎、有了有了，扩开，对了，扩开。然后怎样有油？啊，那个油少少。怎样拿出来？放 bucket 进去，应该是是了是了，要那个桶装，然后怎样装？怎样装？不会启动的，都不还没满是，还是怎么样？还不够啊，五百还不够啊，好像要一千嘛。怎么？再等一下。看这有没有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！来给，你拿。但是这样慢，等到几时哦？有什么办法？我但是一桶可以，一桶可以做八个，八块应该 OK。嗯，很美。哼，好美，很美。你的强项，木匠。耶、yeah, ，终于弄到了。啊。哦。两次。现在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能不能了。他怎样借的这问题、啊？他可以打碎的，不可以打碎的是吗？这种刚才我打那个好像可以不？我弄到江美了这里，随你吧。我放一个看。没有眼看，没有眼。我有弄电线。我不知道他可以拉多远。就是了。OK， 我放了一个。现在是不知道怎样拉。我试下玩下这个东西呢。这是 connector， 这个是 wire coin。哇，要怎样啊？这是你有看是怎样？没有，这个阿哥 connector 可以接的，都在这里嘛。Connector， 还要放 Connector 先的。啊，但是啊没连到，有连到，要准上面呐、啊。不懂、哦，这边还有可以接到。Linking from， 哎，我拉这里了没？它有橙色的字。You cannot attach a wire to the same place。还是我们要放一个柱头在上面，试试啊，放上面啊，这里，比如说这个位啊，然后这样啊，放那个线，又啊，哇，太远了，还是讲一下，应该是可以拆的这个东西，可以的，这个模组可以拆吧。可以了，不会说烂掉了。踩到了，加油！再我放这边看能不能。可能是要进啊，可以了。哈，一条线。